大你，你卖提一乱骷髅好无？你讲的影片哦，我会处理好势。而且哦，爱讲哦，即阵哦，可能嘛无时间甲恁看。是为虾米啊？是毋是发生虾米代志？因为迄个彭文学吼，昨昏去，佮醒过来，规人变甲足奇怪。听讲是得到迄个先天性失忆，而且佮走去预定位的病房去乱。敢会是彭文学去空去烧，所以条可以走去预定位的病房乱？预定位你敢完怎？放心啦，有谢小长伫个，无可能予预定位出代志。而且吼，经过医生的判断哦，彭文学确实是有病。唔是哦，彭文学经历过这么侪代志，伊伫做论命的，我到底是安怎？你头先讲迄什么心因性，哪里就代表讲是心理上的？伊是受着什么刺激？这我嘛无啥清楚呢，我知影拢已经甲恁讲啊，其他的小学生嘛无甲我去讲。彭文学真正破病，那你不可爱一定真着急，真艰苦。真正是真话，你出代志，后来是我，即马又果是彭文学，这对伊拢是打击。即马不可爱身躯边，就只有志田健司甲彭启明这两只鬼，伊一个人是要安怎经营下去？启哥，你即马是毋是真要紧不可爱？哈，是毋是？是毋是？那有啦。我来变数了。那蛇哦，真正足毒的，若无赶紧处理哦，可能阮死的啦。志贤，你想要从啥？叫啥的？哎，你们。啊！你脚刚刚会疼，啊烧正袂啊，啊头骨会晕无？先坐落来啦，莫勉强啦。男女授受不亲，那卡不着，卡来出来。歹势啦，我是因为看到你真心，想过欢喜啊。你是为着要保护我才受伤的呢，我至少嘛是要等到你状况较稳定，我才会用得走啊。你一个大舅仔住伫遐，我甲大你拢食无自在，搁爱分心来照顾你，所以拜托你啦，赶紧转去啦。阿哥，以后无代志莫搁来遮。不过爱为着我做遮尔多代志，我今年搁安尼对待你，唔知影到底是啥物缘故。假使我会当落山，伊至少会当摕一点仔瓦壳，唔免一个人去面对遮个代志。你是讲，那是罗伊的晶片，在内底，够完整。当然的哦，啊，当初伊崩溃了，凯哥就无简单咧，才找出一片哦完整的晶片，所以就做成破链哦，挂在身躯。既然是完整的，内底恁刚拢无想到，会有其他的记录还是档案？你讲的敢是真实的？就参像电脑内底有硬碟、甲记忆体，若是外口歹去的话吼，只要硬碟无歹去，就会找到内底有完整的资料甲记录。而且这是罗伊的晶片，不得卡内底吼会有伊甲牛进川做一挂歹代志的资料。有啥有啥？你看到啥？是不是找到伊的资料啊？我找到内底哦，有一个叫 R11 的档案资料集。看这容量哦，内底有足侪档案。R11无唔对，伊有讲话，伊拢叫伊是罗伯十一号机器人，所以这就是伊的资料档案。果然哦，跟我想的同款，伊哦会把类似人类的记忆哦储存变作档案。我想哦，内底应该有恁想要找的物件。伊，多谢你。
感情说好呢，想要到最后，你也是用你的方式来跟我斗三工啦。哎，啊那一大堆数字啦，啊秘书卡报名牌，啊到底是有发着看到档案无啦？你电脑吼编排哦，拢是按照顺序甲规律，那是继续按照编码往下找的话，应该就会找到搁较近的日子。真水呢，啊！不过是咱个红地毯被铺到海边啊。敢讲你希望咱会当手牵手走到尽头，然后做伙跳落去。哎、欸，那个是你求婚的迄天呢？想袂到伊真正有将这记录放伫伊的心肝内。你看来哦，跟我讲的同款，伊哦有家己逐天哦看到的代志记录落来。以前哦，这档案是按照时间排列。阿贵，麻烦你啊，找较近的日子，安尼真有可能就会当找到牛津餐饮犯罪证据啊。爷，你是用啥电话给我？无啦，杰哥，啊，这是当时的代志啊。这是伊讲，伊要开车弄社长的代志，照安尼看起来。这日子是愈来愈近啊！阿贵啊，麻烦你啊，啊，其他档案你搁拍开看卖。你看有迄天去组织乌潲的记录无？若是有记录着这件代志，刘进川伊就在死啊！应该就是这。我会记吼，迄天哦，我就是讲我是拄着鬼，竟然哦，一个查某哦，又嘞飞出去，实在受够无面子。啊，这毋是你的问题啦，啊，伊哦是机器人嘛。只要咱找到伊迄天的记录，伊后面发生的代志，安尼就有证据啊。你讲啥？有人咧读伊的记忆资料？哪有可能啦、啊？你唔准甲毁掉啊！啊是，你违背我的命令，偷偷甲留着。总裁，我哪有可能违背你的命令啦？迄当阵哦，是还是还是分段的资料，我拢洗掉啊。这应该是伊的备份。我抓准讲，迄当阵哦，伊碰去，这资料会无去。想袂到，我拄则接到警讯，真正有人在读伊的资料啦。这边哪有可能啦、啊？伊唔呐爆炸，而且佫脆糊糊呢，迄资料是咩读？总裁，我真正无咧讲白贼啦。假使哦，读资料遐人，咱无甲找出来，我惊伊甲总裁所做诶代志，所讲诶话，因会提出来利用，到时会对付总裁啦。这敢着需要你提醒我？问题是你叫我要哪相信？迄伊已经爆炸。阁有人法度去读伊的资料？我想，敢会是迄当时伊碰的时阵，无碰清气，有晶片，还是零件落去啊？依依，啊，所以这是唯一哦，可怜呐、啊，啊一个哦水水的查某囡仔变成这地。敢讲，迄条破链内底有伊的晶片，不怪伊个摆脚骨咯，一直看条破链咧画伊的名。不咯，伊讲我比较无路通行，讲你变鬼变怪，真正唔得死我。爸，恁拄则讲的我拢能听到啊。我知影你即马足烦恼的，啊，未记卷的代志都要逼空啊。
而且你的丈夫呢，敢是应该替你分担你的烦恼啊？你啊，莫像我后脚就袂歹啊啦。那无代志吼，你先离开，别个无用啊。那是我讲，我有法度解决你的问题嘞。你有啥办法啦？办法是有啦，不过吼，无好找的公路，常常拢予人当作是应该，安尼话袂好呢。所以爸，你都应该先甲我讲，若是我甲你斗三工，会有啥物好处？哎、欸，甲家己的爸爸斗三工，来阁讲条件哦？嗯，迄是当然的啊。啊，连亲兄弟，迄事嘛算到偌清楚嘞。个何况是拼命。啊，爸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这个办法吼，唔那是紧、雄、阁准，阁会当一届就替你解决所有的问题。安娜，敢有想要听？好啦好啦，我无你讲啦，你要啥？爸，你真正有够水气，赞！那呢，我就讲啊，我想要。郑燕渐冻症的该有，该有。我你不懂啥，你是卖甲我讲，你要救迄个萧郑燕哦，伊心肝遐凶着，拢无你管你的死活，你搁遐要紧呢？爸，你误会啊啦，我买伊的该有，就是想要提这来继续折磨伊。哼，卖骗啦，你当作百戆人哦，要折磨伊就爱该有。爸，这你都唔捌啦。啊，折磨人方式有足侪种的啊。上残忍的方法，就是明明有解药，速把酒轻轻看对方胃就病痛，你折磨，生不如死。干那看会着药啊，煞食无，你敢有法度体会迄是虾米款的情形？好恁弟煞无法度抵抗命运的感觉，啊，折磨到最后，干那会当拜托我给伊一刀？这就是萧正燕以后的生活。你讲，安尼唔是更加趣味？是讲，我解药都还未开发出来咧。爸，你真正当作我有遐尔戆哦？你毒针弄我都开发啦，解药要开发，遐有啥物好困难？遐是看你要爱还是不爱尔。搁再讲，药也唔是要交予敌人。是要交予你亲生查囡仔才来呢？你莫忘记了啊！正常你做对不起我的代志，我拢无保护你哦。所以你总得放心，这是我的建议，对你有好无坏。嗯，是讲这个跟原本的计划就无啥共款呢。滴答滴答，爸，你都用咩无时间啊呢？就算讲秦博士带一群人去找晶片，嘛无一定会赴。所以即马干那我会当先处理这个问题。你敢确定你阁要继续伫遮浪费时间？爸，你唔免安尼甲我硬啦。啊，就算讲你无接受我的建议，哥哥我就是无法度阁继续接我证验。不过你是会倒的哦。是讲迄嘛真趣味啊，若是会当看到，我嘛真欢喜就是啊。平轩讲了无唔对，我即卖上逼个就是时间，干那靠秦博士老人去找遐晶片，确实需要一寡时间。可是讲平轩若真正有办法，可以试看卖啊，我嘛无啥物损失啦。看起来爸是无兴趣，那安尼我就先来走啊。哎，好啦，只要你摕到伊的晶片哦，我就开发药啊来甲你交换。一言为定，那安尼咱就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